阿米，我回来啦！你赶过场才赶回来啊？你赶河南去了呀？今天捡了个大便宜。是你傻还是我傻？你个外地人赶场还能捡便宜啊？不宰你算不错了。你看嘛，那么大块雪花牛肉还不要钱？你以为你是我还会刷脸？这是幺舅给的，他让你拿去做个好菜。那还不是刷我的脸？就你有脸。爹，这回幺舅还大方啊，下回让他送个牛腿。下次你去吧，你脸皮厚。你这话说的没毛病。那么好一块雪花蛇是两个口味的，一个涮，一个烤。看这个纹理啊，太漂亮了，巴适的板，切成薄片。你们看划不划糟？巴适的板，摆盘。来吧，雪花自由，还准备点素菜，金针菇、生菜、香菇、大蒜、彩椒。家庭条件好的哈，用蒜烤一体，葱片两段，花椒、海椒，加入高汤。哎呀，忘了件事儿，刚要又让你给大家小表弟找个对象，都二十几了还单着嘞。哦，难怪送你那么多牛肉，你要求那么口了，难怪今天送你那么大块牛肉。来吧，然我都觉得有点怪。那我跟小白来说一下，现在找女朋友很简单的，一对 APP 能够迅速的匹配附近的单身美女，实名认证又靠谱，聊天还免费。现在让老表从左脚链接下载就会聊天了。这个应该保卫成功了，怕送你两箱油菜哟。来啊，请啊，要得很干。哦，先涮再烤。哇、哦，师姐比我脸都长呢。开饭甩点油，下雪花。哎呀，丝丝冒油啊。七成熟就可以了。哎，把那做好之后，不得，你放心吃嘛。这个蘸干碟哦，来嘛，请嘛。哎，好多嫩气哦。知道不？呀，我吃我有点够呛啊。来，你弄，你吃个，吃个这个，吃个这个蒜的。那么你送起这样这块。那个这块弄啊。嗯，我弄。好多煮的啊，我弄，烤的不得行。哎，还是我原切的啊。我说原起的这个雪花牛肉好吃啊，我不是合成的哈。嗯，哎，香啊！我烤七成熟差不多。哎，这点牛肉哪能够吃哟？这个新鲜的牛肉汁水很足啊。然后来你吃，然后你都瘦了。大哥大哥吃这个哦，吃起来个粗犷点，吃起来香点点，你试下嘛，你试下嘛。他饱口了是吧？哎，你啃嘛，你尝尝，你试嘛，听我们做的行吗？哎呀，嘴巴小了。你看我教你咋个吃，你看，大口整我了，才过瘾。哎呀，嗯。哦，哎，舒服。哎，阿公，生菜包着吃好吃。嗯，又敬你。嗯，很对，是吧？嗯，那吃也不弄你了嘛。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小付，那就去关个门。我大妹，我大哥，我们来再见，拜了个拜。